点好餐之后就可以去结账。饮料的话，一杯就好了吗？对。好喝怎么说？请喝一点。Do you find yourself having a hard time understanding what Taiwanese people say at the restaurant? Their Chinese is too fast. In this video,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a Taiwanese restaurant called 春水堂 to learn the real Taiwanese Mandarin. 今天我也邀请我妈妈一起来帮大家练习中文听力跟口说。If you like this type of vlog style video and this topic, you can also check these videos out. For lower level students, please check out this video to practice your speaking and listening. 好，那我们现在就走吧。诶，有点久诶，服务生还没来，这个时候你会说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不好意思。啊？内用两位吗？对。两位里面请。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坐冷气没有那么强的地方吗？冷气没有那么强。对。稍等我一下哦。好。春水堂这个地方啊，其实很多人来这里聊天或是谈公事，我发现也很多。地瓜叶也是他们这里最出名的，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吃。地瓜叶，地瓜叶在这里。哎，我想要吃炸萝卜糕。没戴眼镜，看不上。没关系，我看。来。妈，你最近是不是很喜欢吃腐皮卷？因为脆脆的。啊，那个烫青菜怎么没有看到呢？嗯，它有高丽菜，但我还……啊，这里。好啊。那萝卜糕。萝卜糕。在下面吧。这个，你看一下。还有米血你要吃吗？你要吃就吃嘛。哦，大家要先点好，再去柜台那边结账，然后等一下再过大概20分钟，很快，这边的上菜的速度很快。哦，大家看一下，刚刚我跟妈妈点的，我们没有点很多。你看，点餐就是这样，你在你要点的这个。品相就这样画一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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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桌号记得要写一号，桌子号号码桌号，然后人数，所以我跟我妈妈，所以就是两个人。然后这是我刚刚点的铁观音珍珠奶茶，冷的，然后中杯100块，大杯是190块。我点好餐之后就可以去结账了。对，他们不会过来帮你点餐，你要过去柜台那边结账。还是素的，差在哪里啊？酱不一样，一个是有蒜，荤的是有蒜泥，素的是没有的。嗯，好，那我就荤的。荤的就好。然后还有一个招牌米血，饮料的话一杯就好了嘛。对。观音蒸奶啊，冰块甜度再帮我选一下。
前度冰块，为什么一直听到这个？之前我做了一个影片讨论台湾的饮料文化，等一下大家赶快去看。去冰无糖，啊，是630元哦。多少？630。1030。可以看一下这个号码牌，号码牌，所以我的号码牌就是158158。那我要放在桌上，这样他就会送餐给我。大家觉得点这样子这个价钱 OK 吗？贵吗？欢迎先生，是哪位的？这里，谢谢。功夫面。好，现在上菜咯，可以吃了。好，筷子。它的这个筷子是不锈钢的。对。筷子，我可以加点吗？可以啊。我要加点，墨香珍珠奶茶，然后是小杯的吗？小杯的，零块钱度。谢谢。妈，你说猪血糕是用猪的血做的？对。听起来有点恐怖。一点都不恐怖。招牌萝卜糕，跟萝卜糕再加。谢谢。在台湾的。越是恐怖的东西，越是让你吃的会难以忘怀。好，那我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萝卜糕。萝卜糕，嗯，萝卜糕是用煎的。对。妈，你会做吗？是不是很难？用蒸的，不会啦，会做的人就很简单，不会做就是不会做。然后这个是地瓜叶，地瓜叶，然后它很容易生长。对，然后它上面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肉燥，加一点那个大蒜，蒜泥，对，再一点酱油，一点油，这样拌搅。哦，然后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喝完你的饮料，你也可以请他做外带杯，像这样子的，不用马上喝完，你可以带着走。然后这个是酱料，酱料，他们都会给你酱料。那现在我跟我妈妈已经吃完了，吃剩的东西我们叫什么知道吗？剩菜。剩菜。 我觉得疫情之后啊，其实很多餐厅都变蛮多的，现在还有很多就是 Uber Eat 取餐区，对， Uber 外送员他们就进来，然后就取餐，然后就去外送。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大家就不太想在餐厅内用，所以现在就有一种习惯，就是大家就直接叫 Uber。 在你的国家也是一样吗？欢迎跟我分享。那欢迎大家莫来珍珠。谢谢。餐点都到齐了，请慢用。谢谢。有人说春水堂是台湾第一个发明珍珠奶茶的店，但其实这个有很多争论，但我相信其实春水堂的珍珠奶茶一直都很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你点春水堂的珍珠奶茶，然后你基本上都不太会觉得失望，珍珠很 Q。 然后我点的这个珍珠奶茶它是有茉莉香的，所以喝起来也很有味道，有茉莉香。妈，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怎么说好喝？怎么说？
真好啉，真好啉。只要有汤汤水水的，真好啉，真好啉。有人说春水堂是世界珍珠奶茶发源地，它是第一个发明珍珠奶茶的地方。那珍珠奶茶一开始是台中上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字：世界珍珠奶茶发源地。世界 the world 珍珠奶茶 bubble milk tea 发源地 original place。 好， if you learn something from this video or if you have any video sugg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 by leaving your comments down below。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想跟我学更多，欢迎订阅我的 podcast， 参考我的网志文章，还有加入我的课程。然后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学台湾华语。OK，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